鸟台油管配站就用西部时间 www.spoonroad。近日的欧锦赛，意大利男篮和芬兰男篮吸引了人们的关注，而丰泰基奥和马尔卡宁的出色发挥也让大洋彼岸盐湖城的爵士球迷们偷笑。在二人身上，他们貌似瞥见了爵士的未来。尽管重现不可避免，但爵士下赛季仍是看点多多。意大利男篮后来居上，将夺冠热门塞尔维亚男篮拉下马，终结了约基奇的冲金之路，算是爆出一大冷门。而丰泰基奥在比赛中发挥稳健，他出战28分钟9中6，其中3分6中3，罚球4中4，拿下19分5个篮板，两次抢断。算上本场本届欧锦赛迄今，丰泰基奥场均可得 19.2 分 3.8 个篮板 2.8 次助攻 1.8 次抢断，总命中率 50%， 三分命中率 43.2%。 目前在欧锦赛得分榜上，丰泰基奥和博扬博格达诺维奇并列第七位。现年26岁的丰泰基奥于1995年12月9日出生于意大利的佩斯卡拉，他身高 2.03 米，体重209公斤，司职三号位。早年间他效力于意大利联赛的博洛尼亚和米兰等队，入选过全明星，还当选该联赛22岁以下最佳球员，随队获得一次意大利杯冠军和三次意大利超级杯冠军。近年来他辗转于德国和西班牙联赛。2021-22 赛季在 ACB 他场均可得 11.9 分 4.4 个篮板，